求病，接准红单。温馨提醒，听莫可获取进群方式哟。明日晚11点，英超切尔西对战西汉姆联，看专业团队小馆长今日详解。切尔西是英超传统豪门，球队近期反弹力度很高，近12场征赛豪取9胜2平1负的成绩，新人也成长迅速，非常有竞争力，目前暂居英超第4位。客场西汉姆联新赛季通过引援实力提升不少，近11场比赛多达16场至少2球，不过客场进攻端哑火严重，很难稳定发挥，目前暂居英超第17。本场比赛开出主让1球半，后升至主让球半2球，看来平台是大力看好主队呢。但小馆长查阅过往两队交战记录，切尔西确实占据优势，但分数多在1球之差。此战不妨我们关注客队。本场推荐西汉姆联加1.75。今日赛事就到这里了，考虑临场数据还会有变化，想要获取更多推荐的老铁们，可加我的微信读球678。你有赛事我来分析，还可以进群一起讨论哟，赶快来加我吧。